尊敬的郑总贤康利，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很高兴这个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众一起来学习黄念祖老居士大乘无量寿经白话解。好，那很感谢我们郑总干事的邀请，能跟大家有这个共学的机会。我们师长老人家在去年7月26号圆寂。那师长老人家的法身舍利长存，包含老人家的言教身教都会长期伴随我们的修行。那师长老人家给我们许多身教的榜样，尤其是知恩报恩。我们有机会到师长老人家讲经的摄影棚，我们都会看到老人家把所有老师还有父母护法的照片呢都挂在摄影棚里面，不忘这些恩德。我们尽忠学人要当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退作佛。在《无量寿经》三辈往生当中有共通的条件，所以这八个字决定不能忽略，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专念阿弥陀佛。那发菩提心呢，是往生必备条件呢。那菩提心怎么发？我们净宗十一祖醒安大师有一篇教诲劝发菩提心文，所以菩提心一定要赶紧发出来，因为行安大师有引了华严经的教诲让我们感受发菩提心的重要。华严经上说到了，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是妄思的菩提心就是魔业，
更何况啊，假如还没有发出来的话。好，那印光祖师也提到啊，菩提心是修行的主帅啊，就像要打胜仗啊，主帅是关键的，啊，元帅呀，啊，元帅没有了，这个军队混乱，甚至都有可能呢，自相残杀，所以主帅重要了，菩提心，在佛经包含祖师们的强调之下，我们更不能忽略掉了。因为没有菩提心啊，我们所做啊都是福报，不是功德了。那福报那就是在六道里面想了。所以六祖大师有说，生死大事福不能救，达摩祖师建梁武帝这个公案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因为梁武帝见到达摩祖师，这是开悟的甚深呢。那梁武帝首先呢，不是请教佛法，是问达摩祖师啊，他在那么多年来，建了几百所佛寺，供养几十万人出家修行，做了那么多事情啊。他说：“朕有没有功德？”那我们首先呢，从梁武帝他谈话的过程呢，可以感受到他面对达摩祖师啊，有没有恭敬的态度啊？他在大师面前称朕有没有功德，假如有恭敬心呢，应该是称弟子是三宝弟子啊。所以我们听佛门这些公案呢，其实每一个公案都能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最重要的，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当中拉回我们自身。这个故事啊，在我的心地上呢，给我什么启示？在我处世待人当中啊，有没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师长讲经当中啊，常常提到，我们听经闻法，要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我们能听经，包含听故事的时候，都能跟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相结合，那就能够解行相应了。解行相应啊，我们的境界才能往上提升。佛门讲啊，有解无行啊，增长邪见；有行无解，增长无明了。
这两段话跟弟子规所讲的不力行但学文会长浮华成何人。那但力行不学文会任己见魅力真。所以解跟行呢一定要相应。而这个解行的相应的态度啊，也是落实在我们听经的心境上。我今天听这个教理，听这个故事，这是解，马上能拉回来我当下的存心，生活工作处事待人当中，来思维，来把它落实。而听的时候佛陀师长善知识他是讲给我听的，我是当机者。这一个心态就非常关键的。假如我们听经的时候觉得这一段是讲给别人听的，这个故事跟我没有关系，那这样听就很难受用了。所以我们用当机者来读经，来听经。所以这个事例像梁武帝见到达摩祖师，他首先不是请法，是提到自己做了那么多佛门的好事。那假如拉回来我们自身呢，我们所做一切好事有没有放在心上？有放在心上遇到人我们就可能要去炫耀一下。作而有作就不是功德了。就像了凡四训里面谈到了，内不见己，外不见人，中不见所思之物，是不思，是为三轮体空，是为一心清净。清净心所做一切善事它就是功德了。假如我们做事呢有求人家赞叹的心，那这个功德就翻转成轮回的善业了。所以我们修行就是为了出轮回我们不搞轮回了。轮回六道中的福报我们也不求了。所以修行人不求未来的福报。我们对世间还有求我们就出不了轮回了。所以达摩祖师这一念要求人肯定赞叹呢，他所做一切的功德就翻转成轮回善报所以忘失菩提心，忘失了清净心呢，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可能就变成了三世愿了。
第一世啊修行啊，但是呢，这个出离心、菩提心不够啊，那就第一世啊修福，没有出轮回啊，第二世呢就享福了。那享福啊，很少不造业的。短短几十年呢，很快就过去了，过眼云烟了。但是第三世啊，就要受报了。所以黄念祖老居士有提醒啊，三途一堕，五千劫啊。我们听到这个一堕五千劫啊，那不能再堕到恶道去了，不能再搞轮回了，我们要发愿呢，真为生死啊，发菩提心啊，以身信愿，持佛名号啊，这一生一定要真性切愿，老实念佛啊，冲出六道轮回了，轮回路太险了，一堕下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了。所以师长啊有提到啊，三恶道是消罪业，三善道是消福报，就是享福的。而在享福的时候啊，很难不造业。我们举个例子，有福报的人光是吃刚好啊，在两个礼拜啊就要过农历年了，一般华人农历年大家一聚会啊，可能很丰盛的宴席啊，假如没有吃素啊，我们想一想啊，那桌上摆的生命有多少啊？可能几十几百都有可能的，那是一餐饭哦。那人一辈子假如没有吃素啊，那光是跟众生结的杀业就不知道有多少条了。所以楞严经佛有讲，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吃他半斤要还他八两，都要还的。所以几十年跟那么多众生结了命债，那这个杀业首先要到三恶道受报啊，受报完了要来当人的时候啊，这些命债还是得要还呢。所以像承德自己从小还没学佛以前二十多年了，常常都是一不小心这边磕了一下流血了，那边刮了一痕了。我记得小时候可能八九岁吧，不懂事啊，还爬到树上抓金龟子，
那一抓就拿来玩呢，可能就伤害生命了。结果就从树上啊，就掉下来了。一掉下来啊，刚好这个手臂啊，就刺到了地上的玻璃碎片了。所以我这边还留下痕迹呀。刚好在血管中间呢，可能有祖宗保佑啊，佛菩萨保佑啊，幸好没有割到血管呢，所以学佛啊，真的是要越早越好啊，不然不懂啊，造了好多业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有指导啊，这孩子从会讲话就教他念阿弥陀佛。因为每一个人到这个世间呢，都有带着过去生的业，这个业因缘成熟的时候啊，就要起现行了。所以诸位同修，大家有没有遇过啊？哪一个人他的命运呢，一生没有任何劫难，没有任何这个苦难挑战，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呢？一生都没有劫难的，几乎很少了，都会有的。那黄念祖老居士有提到啊，要善根发动，谨防业力发动啊。当业力发动的时候啊，他的业果已经形成了，就很难化解了。到时候就叫天天不应了，叫地地不灵了。就像佛在的时候，释迦族啊遇上了很大的灾难，琉璃王啊灭释迦族，佛也阻止不了，当然，释迦族当中啊，可能随释迦佛出家，或者精进修行的人，可能在这个劫难当中啊，大化小。但假如没有精进修行呢，这个业果现前呢，那连神通啊也救不了了。所以目犍连尊者用神通把500人拖起来，最后也变成血水了。所以修行一定要趁早啊。无量寿经上呢也是多次劝请我们，一个勤精进呢，当勤精进呢，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呢？欲何待乎啊？行善修行啊，不能等呢。那这一点呢，承德感受啊，比较深刻的在自己俗家的母亲有一个朋友跟他是同年生的，这个朋友啊学佛呢比他还早20年都有，
所以30多岁啊就遇到佛法了。但修学啊不够精进。结果到了晚年呢，一念佛啊就打瞌睡了，没有体力了。后来啊就老年呢痴呆了，记忆啊就越来越退了。所以无量寿经这一句啊，何不以强健时努力修善呢，非常关键的。在《观无量寿经》当中提到了，自诚念一声佛号，灭80亿劫，生死重罪啊！我们在健康的时候精进念佛啊，过去生这些业障能很快的消除掉啊！万德洪明能灭重罪啊，所以我们要赶快善根发动啊，深深唤醒自己啊，一声佛号，一声心呢。不能等到年纪很大了再想修行了。有时候精神提不起来了，就像师长有提到，他出家之后，也有机会啊回到单位，以前工作的单位，遇到一些同事啊，甚至年龄都比他大不少，看到他出家，就说到了。学佛很好啊，等我退休了我再来修。后来的结果呢，有些人还没等到退休啊就走了。这个人生无常啊，不是说我们一定能够活到80、90岁了。所以修行呢要有对无常的警觉性呢，就不容易懈怠了。就像普贤菩萨警钟记呀，时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勺水鱼，斯有何乐啊。那我们今天念这个警钟记啊，要改一个字啊，因为我们又迎来了2023年了，应该是念4年已过啊，感觉这个2022陈德都觉得刚刚熟悉了，从陌生熟悉了，他又离开自己了，2023年又来了。所以这一年再过很快啊，我们这个信愿有没有越坚定，佛号有没有越提得起来，这些部分呢都要我们自己常常自我勘验，自我检查啊，因为师父领进门呢，修行呢还要靠个人呢。那师长提到这个同事说退休之后啊再来学佛，一种情况还没退休走了，另外一种情况真的退休了
体力衰了，想学啊，有时候身体啊，做不了主了，所以这个何不于强健时啊，努力修善就非常重要了。好，那刚刚跟大家提到享福在三善道是享福啊，很难不造业的。光是一个吃众生肉啊，一生呢就要造很多业，然后还要受报，在三恶道受报出来之后，也还得还命债啊。所以真正把这些六道轮回的真相看清楚了，那搞烦了，这个轮回搞烦了，不能再搞了。这一生我们要发愿的是最后生了，不再搞轮回了。所以我们就要用菩提心修行，不能用轮回心。师长有讲，轮回心修什么样的法都不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轮回心啊，那就造轮回业了。好，那师长指导我们了什么是轮回，什么是菩提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老人家用五心呢，让我们能容易体会菩提心，这个也是他老人家的善巧方便。那我们时时啊，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中都要观心为要，这个是藕益大师教导，观心为要，我时时要用菩提心来处事待人接物。那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所做一切呀，就是功德了。我们修行呢，当生要成就呢，正住双修。正修啊是念佛，住修呢是积功累德，断恶修善。那断恶修善不求福报，如第十八愿说的，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极乐世界，没有求世间的福报了。所以醒安大师这一篇劝发菩提心文，是他老人家大慈大悲啊，希望我们每一个遇到念佛法门的学子们都能万修万人去啊。所以这一篇文呢，一有时间呢拿起来读诵啊。所以祖师们都是同体大悲，他们的教诲啊都是超越时空啊来指导我们。就像无量寿经当中说的，如来定慧啊，救畅无极，于一切法
而得最胜自在故。佛还有这些祖师啊，他们都是佛菩萨来示现的，他们的教诲都是超越时空啊，救忏无极啊，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啊。不能因为他们已经离开我们，我们不去珍惜他们的教诲啊。行安大师的教诲要珍惜，印光大师的教诲要珍惜，包含黄念祖老居士的教诲，师父上人的教诲，我们都要珍惜啊。而劝发菩提心文提到了，菩提心是我们的真心，是本有的。还遇到因缘呢，方得发起呀。万法是因缘所生的。所有万法没有离开因缘果。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呢，有善根呢，可是这个善根呢，要遇到缘，他就把菩提心发出来了。这个缘是什么呢？行安大师说，第一个念本师恩呢，我们不忘释迦牟尼佛的恩德。这个心就是菩提心了，不忘本师的恩呢，就不辜负他的教导了，就会时时提起他的教导，依教奉行了。所以念本师恩是第一个因缘，第二个因缘念父母恩啊，我要报父母的恩德啊！我要护好这一生的父母，我首先自己修行啊，要让他们升起信心呢、啊。我要表好法啊，让家里的人都因为我信愿更坚定了，修行更精进，为人演说啊，所以念着父母恩呢。我们会精进修行。黄老又说了，我们有很多过去生的父母很可能现在在地狱受苦啊。那这是绝对存在的。所以我们这个孝除了对现世的父母在《梵王菩萨戒经》里面有提到，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有过去生呢，有那么多过去生的父母很可能在三恶道受罪，我们精进念佛啊，很可能呢，他们就得很大的利益了，就能超拔他们了。就像《影城回忆录》里面呢，有提到，有一位修行的人，他读楞严经呢，读了八年，每一年都受持，每一天受持啊。结果有一天，他是在中药房服务的，他刚好没客人了，他有点打盹了，打盹的时候啊，就看到啊。跟他打过官司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官司失败了，后来自杀了，这两个人来了，他一开始还有点紧张，后来看他们的表情没有恶意，结果就跟他说到了，求他超度。那在学佛的人嘛，慈悲为怀，打官司的，后来造成对方自杀呢，他也是很难过，就答应了，结果这两个人踩着他的肩膀啊，就上去了。后来没多久啊，他去世的太太跟孩子也来了，也来找他，同样求他超度。他说我不懂啊。他们求超度呢，就说只要你点头就好了。他都同意了，都是踩着他的肩膀就上去了。这个故事啊，大家听过没有啊？听过哦。听完之后啊，有没有什么领悟啊？或者有没有发什么心啊？这个肩膀借人家踩一下。这个我们已经离去的这些亲人或者过去生的亲人真的我们能帮上忙啊，请他们来找我们。你们愿意吗？当然这个不能勉强啊。就像我们拜静修结要啊，最后一拜啊，一心观理，生生世世及现在生中父母师长六亲眷属冤亲等众啊，顶礼三宝，求哀忏悔啊。一心代为生生世世及现在生中父母师长六亲眷属冤亲等众顶礼三宝，求哀忏悔，普代法界众生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同生净土，同源种子，代表我们这一颗心都是把过去这些家亲眷属还有一切众生放在心上，希望他们都能够闻念佛法门，都能念佛，一起同生极乐国。那我们修静修结要这一段包含每一段都是从我们的真心里面呢念出来的。我们的早晚课回向文呢，我们都要从真心当中念出来啊，越念呢，心量就越扩大了。师长也提醒过我们了，不能有口无心去做早晚课，不能早上骗佛菩萨一次，晚上又骗佛菩萨一次，更重要的，不能骗自己啊。回向文里面说的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我们这些回向文的随文入观，下济三途苦啊，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这一句同生极乐国啊，那个心量是跟阿弥陀佛的一切皆成佛相应了。
哎，那我们每天都念净持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念这一句话的时候，后面有没有加一个某某人除外？没有吧？那假如这每一天念这一句都是从内心念出来的，还会不会看哪个人不顺眼？就不会啦。所以每一句都要从真实心中做念出来。尤其佛门还劝我们呢，冤亲平等，冤摆在前面哦。师长说，什么叫会修行啊？六根接触六尘，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叫会修行。无量寿经也是这么教我们的，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那不起心不动念呢，我们一般达不到，我们从不分别不执着下功夫，那我们能把冤亲看作平等的，哇，那这个分别执着啊，就大大调伏下来了。所以影城回忆录这个故事啊，就让我们得到启示了。我们真有功夫了。他持楞严经8年都没有间断，有功德力了。那我们念万德洪名啊，这个功德力啊是很圆满的。就像莲池大师啊，他念佛很有功夫啊。当地父母官啊非常崇敬他，结果当地遇到旱灾，下不了雨了。就上山请莲池大师祈雨啊。莲池大师说，我不会祈雨啊。我只会念阿弥陀佛啊。那父母官对他有信心啊，说还是请您老人家走一趟。就莲池大师就念着佛。他走到哪，那雨就下到哪。代表他念佛的功夫啊，消掉了众生的业呀。所以这个故事也是启勉我们，赶紧啊，念佛有功夫啊，我们就帮得上这一世，甚至是过去生的家亲眷属跟朋友了，尤其是过去生的父母啊，所以念父母恩不容易懈怠了。这个念父母恩呢，就是菩提心了。第三呢，念师长恩。我们这一生学净土法门，是师父上人教导，他老人家呢讲经说法62年了，为谁讲的？为我们每一个弟子讲的。我们不能辜负他老人家一生的苦心呢。不愿辜负师长，就有动力了。别人做不做真弟子啊，这个我管不了。我得做真弟子，不辜负师长。那这个就是念师长恩了。
第四，念施主恩。像我们出家接受护持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绝环。那这个众生恩要这个施主恩要放在心上。像陈德记得当说在庐江，当地的百姓啊，支持我们，有的呢拿五角，拿一块来支持。哇，那个五角一块啊，是真心啊！就像《了凡四训》里面讲的，两文钱呢。我还在马来西亚遇到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还是她的孩子啊，推着轮椅送她来的，摆在桌上啊，是她一生的储蓄，里面叠了好多铜板啊，全部都拿来了。他说啊，这个马来西亚的中心呢，这个是老法师办的，他把他一生的积蓄全部供养出来。哦，那看到那一幕啊，真的是头皮发麻啊。我们接受护持啊，不尽心竭力啊，那对不起这个老人。所以念施主恩呢，这个心菩提心，还有念众生恩呢，那么多人，我们就算一天有多少行业在服务我们呢？一日之所需啊，一个人一天所需要的，百公司为备啊，可能有上百个行业服务我们。请问我们现在啊，这身上带的东西啊，都是不同行业了。我们穿的衣服，我们戴的口罩，穿的袜子，你看几个行业了。你早上一睁开眼，你去开电灯，有电力公司啊。下的床得穿拖鞋啊，拖鞋公司做的。你进去灌洗自来水公司啊。你拿个牙刷，拿个牙膏，你看一天百公司为备啊。这是生活所需啊。所以我们能够心更敏锐，更柔软，去感受恩德啊。哇，那我们受的恩太多了，念恩都来不及了，不能念怨啊。恩都不想啊，那就不懂得知恩了。那还心里留的是怨呢，那就造业了。怨天尤人呢，这个都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了。尤其是不深信因果了，深信因果了，不怨天不尤人了。诸位同修啊，我们信不信因果啊？信不信不能是嘴巴讲的，我们得检查检查心里啊，还有对哪个人哪个事啊有不舒服啊，那没有很彻底信因果了。真正信因果了，面对逆境恶缘了，欢喜受啊。为什么说欢喜受呢？赶快还一还啊，无债一身轻啊。诸位同修有没有跟人家借过钱啊？
还他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心理上，哎呀，终于还了一半了，哦，还的差不多了，啊，心里轻松了，啊，所以欠债还钱，啊，欠钱还钱，欠情还情，啊，随缘消旧业呀。那越来越轻松才对呀，啊，哦，不应该是遇到逆境恶缘，啊，越来越对立，越来越埋怨，那这个就要赶紧提醒自己，预知前世因，啊，今生受者是啊，啊，预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啊。啊，所以我曾经啊收到啊人家寄给我一个啊叫 stick 啊一个照片，哎，上面写了两句话，很好啊，啊，别人怎么对我是我的因果，是我前世造的因感召来的吗？啊，我怎么对别人呢，是我的修行啊，哎，他对我不好，那是我的因果，我要怎么对他，我得冷静了，那是我的修行啊，我现在要修哪个道啊，啊，他恶意对我啊，我还善意对他啊，那这个才叫修菩萨道啊，好，把这个恶缘呢把它转成法缘，所以我们得要善用自己的心哦，不能被境界影响，产生贪嗔痴慢了。我们在境界当中要做得了主，不能用轮回心，不能用烦恼心，要不怕念起，只怕觉迟，看到用烦恼心了，赶紧阿弥陀佛，好，赶紧把它转成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好，所以我们呢心中不留怨，要念恩忘怨，这叫自爱啊，常常让很多烦恼事放在心上，那就不自爱了。啊，我们何其自信啊，本自清净啊。好，啊，我们明白我们有真心了，我还尽力把它恢复了。啊，不能让分别执着啊再继续增长了。这是自爱哦。好，那生活所需啊，就有那么多的恩德。那我们修行的路上，哇，有介绍我们佛法的人，啊，包含我们在一个道场当中，啊，像我们啊前会长。Grim 先生，哇，他一个当地的人这么护持敬宗，太难得了，我们这郑总干事，他们贤伉俪，包含那么多执事，像我们今天我们一起念经念佛一起课程交流，都有很多人事先做的准备，我们才能安心啊在这里共学，所以护持我们修行的缘呢，这些都是众生的恩呢，我们都能放在心上了，不容易懈怠了。
所以从醒安大师的劝发菩提心文，前面提的五个因缘都是念恩，所以菩提心啊，就是知恩报恩的心。而师长他在摄影棚当中就表演知恩报恩给我们看了，有他三个老师的照片，还有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师长都是执弟执礼向他们学习，虽然不是像夏老老人家没有机会亲近在旁，但是至诚恭敬向夏老会几本学习，夏老的教诲来学习。那还有师长的母亲我们有请教师长怎么没有父亲的照片，师长讲没有留下来一张也找不到那尤其在16年找到了这个周邦道校长的照片因为周校长的儿子周春堂院长他是我们英国汉学院第一任的长老院长他们又找出来周邦道校长的照片，老人家一拿到非常欢喜马上就交代挂在摄影棚还有韩英馆长，这是护法恩呢所以师长不止讲得很圆满，他老人家所做都在给我们表演把佛法完全落实在他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中所以我们在摄影棚当中就看到老人家念着所有的恩德，这都是菩提心。那我们这一生除了接受师父上人的教导其实我们是非常有大福报的人。这个也得我们自己静下心来去感受就像师长在讲大经解大经科注又说到了要汇集本出来了印光大师那个时候汇集本还没有出来呢那这个汇集已经经历过王龙书居士汇集魏默生居士汇集都还没有能很圆满到了夏莲老这个汇集本圆满因为佛是多次宣讲我们汉地留下来五种圆义本我们去读过这五种圆义本这个在白话节里面都有讲到了那个读起来文字我们读的比较不顺都是五种圆义本的内容而且精华重点都没有漏掉可是夏老汇集起来读起来非常顺的真是不可思议又有黄念祖老居士为汇集本注解还有海贤老和尚用他一生来表法
那师长老人家在85岁以后啊，又每一天呢讲4个小时，将大经节把它深入讲解，总共讲了4遍呢，第5遍没有讲完，一次呢1200个小时左右啊。你说这么多善知识的苦心呢，才成就我们今天的缘呢，不能辜负啊！这么多祖师就为了成就自己而来的。好，那就像我们一起学习啊，《大乘无量寿经》白话解。黄念祖老居士，他已经给大经做注解了，为什么还要白话解？大修行人的时间呢，是很有限的哦。而且啊，这个白话解还没有完全圆满呢，他老人家已经走了，所以等于是他生命最后还竭尽全力啊，来做这个白话解，代表这个对众生呢非常重要。好，白话解啊，在我们这个时节因缘是重要的，因为啊，传统文化忽略了几代人了，现在看得懂文言文的人呢，不算太多了。所以黄老的良苦用心呢，用白话能把《无量寿经》里面的义理开解清楚。那我们能了解他老人家的苦心，好，我们进一步啊认真的来学习来深入，那也必蒙他老人家在极乐世界啊加持护佑我们。大家相信吗？啊，头皮有没有一点发麻？黄老，这都是大慈大悲哦，一定呢，会加持护念我们。好，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他老人家的白话解。我们首先来更认识啊他老人家。好，那我们学习起来啊，好，会更相应更珍惜。好，就像大家有时间呢也可以多看师长老人家的90年谱啊，记录了他老人家90岁之前的事情，突然感觉呀，缘分太不容易了。老人家整个人生过程呢，比方说，没有生到在庐江。的这个家庭里面呢，那要成就一个高僧就很难了。要有家庭的环境啊，要有成长的环境啊。为什么孟母要3000呢？你再来人来，他也要有这些配套的措施啊。因为离不开因缘法啊，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净宗的同修啊，现在念佛啊，共修的功德啊，都回向
师长老人家早一点再回来娑婆界度众生呢。好，那我们希望师长早一点回来哦。请问大家回到哪里呀？啊，你们希不希望师长啊再回路娑婆到悉尼啊？哎，那念的时候是真心念的，早一点回来。那老人家回来得要有学佛、学传统文化的佛化家庭哎。好，我们悉尼现在有没有佛化家庭的配套措施啊？要有人发心哎，这才会起感应道交啊。所以缘分是不容易的，你所有的缘，缘是条件的，你缺了一个，果就出不来了。哦，所以我们越了解，哎呀，师长这一生有这样的成就，太难了。要再出师长这样的高僧呢，没有三五代人，不容易。因为那是因缘，哦，所以师长老人家说，谁想很快把传统文化复兴啊，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因为那个很快啊，那个就会急于求成，教育教化呢，百年树人哦。你不是办几场活动轰轰烈烈，哎呀，我就把正法给弘扬开来了，人人弘道哦。啊，哦，我们得要真敦伦敬奋呢，给这个世间人表的疗法，可不能是一时哇很冲动，好出来弘扬文化，啊，然后自己。家庭敦伦敬奋呢，都没有顾及，到头来啊，这一方的百姓都说了，啊，家都不顾了，还说出去弘法，这个流弊啊就会出来了。啊，所以印光祖师特别讲到敦伦敬奋，啊，贤邪纯诚。所以我们这几代学佛人呢，决定不能忽略了敦伦敬奋。印光祖师还特别强调，纵使是达摩祖师再来，他所教导的也不会超出敦伦敬奋跟老实念佛。因为我们看到啊，我们众生的根基啊，在这几代人啊，素质下降的比较明显哦。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像我父亲那一辈，责任感非常强。啊，在爷爷奶奶的眼中，从脸上从来没有看过他担心自己的父亲，到我们这一辈啊，哇，那让父母操不少心了。哇，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啊，文化没有传承呢，人性会堕落啊。师长知道中华文明的价值啊，所以他老人家说了。我牺牲生命啊，都要把中华文化承传下去。那我们也要以师志为己志啊，念师长恩呢，啊，我们也啊跟师长同心同愿啊，来承传正法。
所以佛法不是即问之学，佛法是心性之学，所以我们得用心去领悟，去思维，正思维，领悟啊，因缘之不易啊，才会珍惜哦。师长要有这么好的父母哦，他的胎教，他的家教，再来他的姑姑嫁到大户人家，老人家才有大家族的成长熏陶哦。在大家族里面，一个人出生，他自自然然的就为整个家族想，他不会自私了。那还有啊，当时候念私塾啊，他的弟弟小他六岁啊，没有这个机会喽。师长老人家假如生在沿海都市啊，就不可能读私塾了。所以因缘难啊，清朝儒家的学派啊，有一个学派很兴盛，叫桐城派。桐城派是在桐城、书城、庐江这三个县。你生在其他的地方啊，没这个机会了。哇，大家看有多少个关键呢？缺一个，师长这样的高僧就出不来了。包含我们看那个九十年谱，看到老人家出家之后啊，到遇到韩馆长十年呢，这个过程有15个同修，每一年啊，每一个月出10块钱，老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150块。十年了，没有增加一毛钱。老人家以苦为师哦，生活非常节俭。啊，我当时听到这件事啊，当天就要回向给这15个人了。好，没有他们护持啊，老人家常说了，没有人护持啊，两条路啊，一条赶经餐。那就不能在讲台上千锤百炼了。一条还俗。所以这么多因缘才能成就啊。所以我们珍惜师长一代师教啊。因为老人家这一代师教啊，可以利益当世的众生，还有后世啊。师长是在佛陀涅槃3000多年之后，一心效法释迦牟尼佛的一位高僧哦。他学释迦牟尼佛学得很像啊，讲经不中断。佛陀讲经49年。师长讲经了62年了。佛陀3000多年前是在印度示现作佛。印度啊是宗教之国啊，当时候修行啊受到百姓的支持啊供养啊。3000多年后呢，佛教啊被误会成迷信了，误解的情况严重，所以在3000多年之后再效法释迦牟尼佛是很难的，好多挑战哦。我们能去感受去思维啊，就更珍惜
师长一代师教，而且师长是有大智慧的善知识，所以师长开出来很多救世的方法理念哦。我们弟子啊，以师智为己智啊，才能把这些救世的理念更好的去弘扬开来。所以看懂老人家对当世跟后世的价值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身上的责任哦。好，尤其啊，我们在海外生长啊，这个环境，首先我们面对自己后代子孙文化的沉船啊，假如到海外来了，我们文化断了，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呢。那我们的子孙得的人生已经是相当稀有了，可是不能接上五千年的文化，甚至于被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啊所影响了，那就很可惜啦。本来可以接上五千年文明智慧啊，结果没接上，还染上了享乐功利啊，那这一生要造多少业啊？所以我们当父母、当爷爷奶奶、当长辈啊，要慈爱他们啊，最重要的要护好他们的慧命了。所以我们在海外啊，我们自己家庭文化的沉船啊，包含啊，师长用一句话就把这个世界的问题啊讲清楚了。因为所有的问题啊，从个人身心、家庭到社会，都是人心的问题。从现象上看呢，很复杂，从根本上看就是人性啊。从身体啊，现在病很多，心理啊，也21世纪啊，最严重的是忧郁症的啊，忧郁症伴随的自杀率提高了，还有家庭里面离婚率啊，父子兄弟啊，上法院呢，为钱财啊在打官司呢，这些种种现象啊，包含犯罪率啊越来越高，这些现象那么多啊，从根本上就是人心缺乏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这样的世间呢，摆在我们面前呢，那我们要见义勇为啊，我们不能见义不为，无勇也了，不能见死不救啊。哦，师长还提过，我们身为中国人，身为炎黄子孙呢，就是来救这个世界的。大家认同吗？因为古文明几千年智慧只剩中华文明了，其他的古文明都断了。好，那东方忽略了儒释道，所以人心被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控制住了。可是他只要有缘分遇到，他就能转过来。就像承德自己，还没遇到师长以前，也都只是想着赶快赚很多钱了。出来大学一毕业从事销售行业也是都做到 top sales， 拼命想赚钱了。
很难不受环境影响的。好，所以总在遇缘不同啊，遇到师长了，很多道理明白啊，就不会随波逐流了。好，当然赚钱没有错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对了。西方忽略了宗教教育，你看一句话就把东西方的问题讲清楚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而且我们最敬佩老人家的地方，就是他说的，他都做到了。他今天要劝请西方的宗教回归经典，回归教育，包含强调宗教团结，宗教互相学习，老人家都是自己做的。在1999年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师长老人家那个时候在讲《华严经》哦。我们想一想，这个世间呢，觉得很复杂、不敢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宗教跟宗教的问题了。你看，师长老人家讲《华严》，顺便给我们表演了。华严经说的世事无碍啊，这个世间不敢碰的问题，老人家在很短的时间就把九个宗教团结起来了。当然我们做弟子的内行人要看门道了，不能只是看热闹说好好，各宗三昧各宗怎么做到的不知道，我们要会观察了。很可能呢，我们家庭里面呢，就有不同的宗教了，有没有？甚至不同种族啊，哦，可能你的孩子娶的是另外的民族了，你看这个种族宗教的和谐，在我们这个时代重不重要？所以师长曾经在遇到当时候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先生邀请了师长做客啊，他知道老人家走过不少地区啊，人生阅历丰富啊，就跟师长说，这个世界还能和平吗？也是感叹的，老人家说的四种关系处好，世界可以重新走回和平，这就是老人家救世的理念哦。第一个，宗教与宗教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种族与种族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政党与政党，国家与国家。马哈迪先生听完之后说好难哦。师长的人家虽然难呢，但可以从宗教下手。因为宗教徒很多，宗教徒能够带头和睦，这个起到的影响力量就非常大了。那师长这个理念呢，不能是师长做，我们每一个弟子在我们当下的家庭团体里面都能做啊。像刚刚陈德从新加坡坐飞机过来的，在新加坡有机会
刚好跟当地的同修交流，比方说他就有一个同修就提到了，新加坡、印度跟斯里兰卡的人有50万人呢，在新加坡工作生活啊。哇，那一个新加坡那各个民族的人都聚在这里了。假如你是一个大企业家，比方说你的员工有10000人好了。哇，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呢。假如这一个企业家把中华文明的这种兼容并蓄博大的胸怀在他的企业王国，以前在春秋时候你有10000人你就是一个诸侯了，诸侯国的国君啊，能把老人家的理念在这个企业落实啊，哇，那你给全世界做宗教团结种族团结的榜样了。所以师长的理念我们当下都能做哦。佛陀善知识所教的是应我们的机有，应我们这个时代每一句都可以落实的。诸位同修假如看到佛经看到师长讲的时候，这一句我现在落实不了，请大家一定要提出来给承德啊。你们不提出来我刚刚讲错了，那我就要负因果责任了。那我可能就要堕到三恶道去了。所以大家真的有时候这个不能落实，一定要提出来护念承德讲学啊。因为这个承德也是听师长说的，释迦牟尼佛讲经啊，他不是说我想讲什么，他是应我们的机，他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不可能这个佛陀讲了一部经讲完之后对着底下的弟子说对不起你做不到，讲完了然后说我们做不到，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都是应机的。而且东方的智慧它是小大圆融，这一句教诲大可以用到治国平天下，小可以用到个人身心家庭里面是圆融的比方说讲举个例子，勤俭为持家之本，一个人勤俭你的身心负担就小了，节俭了，勤劳你的身体才好啊，不勤劳啊都不动啊，气血都不顺啊。大到一个国家的治理，假如勤劳哇大家都很勤奋工作哇这个国家兴盛了，节俭一个国家不节俭腐败了，这个国家就会出问题了我们东方的学问呢小大圆融好所以这个四个关系处好都可以从我们当下做起那我们看师长讲华严的时候他就表演了宗教跟宗教不敢碰，他很快就把它团结起来了当然那个最重要的老人家怎么做到的在90年谱里面都有心境做法我们要体会到很重要的先人后己把他人摆前面尊重其他宗教把其他宗教摆前面
而人家就感动了，就服气了。哎，不同宗教啊，就团结起来了。你看师长，人家也恭敬啊，宗教互相学习，就不会互相攻击了。你看师长很认真呢，啊，人家天主教还请他去讲《玫瑰经》啊。伊斯兰教请他讲古兰经呢，都是自己做到啊，让人家佩服啊，不是要求别人的。哦，好，好，所以我们啊，更认识师长，我们就会珍惜他的教法，啊，更认识啊黄念老，啊，我们再来学习啊白化解，啊，就会如平得宝，改往修来啊，啊，洗心易行，啊，所以我们学白化解，啊，不是学知识啊，啊，我们随着每一段。哎，对照自己的心行啊，来修正我们的行为。啊，修行，师长说修正行为。啊，将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加以修正，叫修行。啊，好，所以改往修来，洗心易行，自然感降。所愿则得。好，啊，我们今天好像念了不少句《无量寿经》了啊，所以《无量寿经》在哪里啊？就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中，就在我们的心境上。所以我印象很深呢，师长说的啊，我陈德刚好一开始学佛啊，听师长讲《无量寿经》啊，师长说啊，你要上品上身呢，《无量寿经》要做100%啊，上品中身呢90%，以此类推啊，啊，下品下身呢要做20%啊。一定要落实啊，我们才能啊跟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相应呢。啊，相应很重要啊，所以学佛啊，也是学佛的存心啊。啊，印光大师啊有一段话，对我们修行人。提醒也很重要。印光祖师说，念佛之人必须世事常存中恕。面对事的时候，中恕是什么？严以律己，中宽以待人，恕。世事常存中恕，心心提防过谦。心呢，要时时有警觉性啊，不能有邪念恶念。过谦就是过错了，心心提防过谦，知过必改，啊，见善必为呀，啊，如是之人必定往生。啊，这是。印光祖师讲的哦，他念佛的心行是这样，必定往生。若不如是，则与佛相反，绝难感通，跟佛不能去感应到教了。所以我们假如常常对人刻薄啊，这个跟佛要感通不容易哦。所以中恕重要，知过必改，见善必为哦。
该做的事都不做啊，袖手旁观，这个也不能往生哦。无情不能修道，一点情义恩义都没有，这个修不了道。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学习啊，黄念祖善知识事迹简介，我们这本书一开始跟黄老的照片放在一起的，我们来先学习这一段，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学习黄老的前言，再进入经题，进入经文。好，那希望大家今天抽空把这个简介还有前言经文呢能够看完看个六页吧不好意思我的习气又现前我们做过小学老师每一次呢今天课程结束了要派作业当然学习最好是能够复习学习完还可以预习那我们收获就更大了。好，那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有讲的不对不妥的地方，还请诸位大德同修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好，先回向。对啊，问问题啊，对。比方说刚刚讲的，大家有不了解的，或者你有延伸到其他的思考，觉得要提出来的都可以。心有疑，随杂记，救人问。求却意这个也是弟子规教的一个学习态度好假如大家都没有提出问题那就代表刚刚一个半小时谈的全部消化吸收了好修行要突破一个习惯就是有疑不好意思问这个也是一个习惯当然我不是叫大家没问题硬想问题这样会扰乱清净心不用硬想问题你们也不要紧张说哎呀没问题这个法师一直盯着我们看因为这里也有问题假如大家没有提问我可以先回答这里的问题什么事都有个弹性没有人提这里刚好也有问题好那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假如你突然想到了可以举个手陈哲就知道再请您来提问我喝一下水这个喝一下水也是修行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个性
比较逞强，比较会撑，所以有时候3-4个小时都没有喝一口水，这个还是要调整一下。好，修行就是要改个性，改习为立命之基呀，把自己的个性啊要改掉。大家有没有听过佛经里面说哪一尊菩萨很有个性？有没有？没有啊、哦，那我们要行菩萨道，就要把个性，零零角角啊，把它磨掉，磨到，走到哪，菩萨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因为没有零零角角，不会刺伤别人。哦，好。第一个问题呢，提到义工的意义啊是什么？啊，我们为什么做义工？好，这个问题啊，对我们挺重要的啊。我们要明明白白来做义工啊，不能稀里糊涂，反正人家把我拉来了。我就来吧，当然你的功夫也不错，随缘。但是，师长说啊，修行人呢、啊，面对境界要清楚。那我为什么来做义工？那我们自己应该清楚，还是好。我们祖先呢留下了汉字文言文啊，这个汉字里面就有智慧，就有人生的哲理。首先我们看这个义字怎么写，上面一个阳啊，下面一个我啊，跟阳有关的都很好啊，你看吉祥，所以阳是表美啊，就是庄严。所以这个义字啊，就是让人让一个人更庄严了、啊，人让一个人人格更加的圆满。智慧德能更加的提升，所以这个是义。所以我们做义工啊，要庄严自身呢、啊，要成就自身呢、啊，同时呢、啊。进一步呢，庄严道场啊！我们每天念回向文，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不止庄严西方极乐世界哦，我们眼前庄严自己的身心，让人家一接触，哎呀，学佛的人很好啊。笑口常开啊，面上无嗔供养具啊，再来无量寿经里面提到了阿弥陀佛发愿速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呢、我们刚刚探讨到一个重点哦，佛经跟善知识所教导的，我们当下就能做。那这一句“速生我刹受
安乐啊，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可以哦，我把我的家庭经营成佛化家庭啊。哇，那你的孙子来了，你的孩子来了，在你的家庭里面成长啊，把他成圣成贤成佛的根基给扎稳了，是不是树深我刹所安乐啊？我们看现在这个世间人心不安啊，天灾人祸越来越频繁，真的没有遇到圣教心不容易安，对未来会有担忧，理得心才能安。你看我们遇到无量寿经啊，心安了，安到什么程度？核子弹也不怕。无量寿经提了，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威德悉能超。这是佛讲的，佛是真语者、实语者。我们真的真性切愿呢，纵使遇到啊，整个大地都烧起来了，成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也能往生极乐世界。那这已经是最严重的状况了，佛都已经讲了，不用担心。那我们的心安了。哦，还有里面提到观世音菩萨，众生若有极难恐怖，但自贵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不止自己呀，知道了这个真相，遇到很危急，连观世音菩萨，决定了得解脱，哪怕是人家用刀，这个刀也会断，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都有讲到，所以孩子从小啊，就要让他认识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就不用担心了。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了。承德曾经呢，有一次走路啊，那个地方呢不是很熟，但就想多走走，运动运动啊，结果刚好走进一个巷子啊，冲上来五六只狗啊，哇，眼看就到我眼前了啊，我这个时候啊就合掌念观世音菩萨，而且我是闭着眼睛啊。为什么我要闭着眼睛呢？因为我张开眼看到他们啊，我就会紧张害怕，这个观世音菩萨就念不准了。哦，我有自知之明啊，闭上眼睛啊就能专注念了啊，我就合掌闭着眼睛念了好一会，慢慢的狗叫声没有了啊，等我张开眼睛啊，这些狗已经离开了。哦，可能是观世音菩萨感应说走走走走，这个我也看不到啊，我不知道啊，但是哎，也给自己信心啊，感应啊，看你遇到一些危急的状况啊，这个观音菩萨是同体大悲啊，众生有感呢，佛菩萨就有应了。好，所以佛法真管用啊，我们真相信、真理解、真去行，
信解行证，就会有一定的领悟跟体证。你越有体会，你就更有信心了。这个信解行证是个一体的啊，融在一起的啊。那我们从家庭再延伸呢，我们要护念大众，就有道场。哎，有缘的众生来了，我们道场有学风有道风，大众来了，增长他的善根，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开彼智慧眼，众生他没有闻到正法，是非善恶他很难清楚啊。就像自己没有遇到师长也是随波逐流啊，遇到了，哦，原来这个人生啊，不能只是追求利益而已了，人生更重要的要积功累德，要出轮回啊，而且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啊，不要那么急那么强求啊。那自身是因为闻法而得利益了，那当然也希望更多的众生呢有闻法的机会。所以我们三皈依最后念的自皈依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我们团体和合了，这个道场庄严，众生一来就得利了。所以我们做义工啊，庄严自身，庄严道场，利益众生，护念众生，法身慧命，众生得利益了，这佛菩萨最高兴，众生欢喜啊，佛菩萨欢喜。那我们做义工也是报佛菩萨的恩呢，报师长的恩呢。那刚刚我们提到了，我们这一生要成就啊，要正住双修。正修是念阿弥陀佛，住修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是助修。我们今天有缘做义工，就要在做义工当中啊，积累功德，积累往生的资粮。这个是从啊出世间来看。我们也透过做义工啊，让我们的道德啊，让我们的智慧能力在做义工当中得到锻炼，有所提升啊。所以做义工叫立誓练心呢，把自己的心境越练越真诚，越能替人着想，越有忠恕之道，越能提得起真心。那这个叫会做义工哦，不是为了做义工而做义工，是为了修行而做义工，是为了自利利他而做义工。是为了落实师长给我们的教诲来做义工，把这个做义工的机会当作考试，看看我修的怎么样啊。同时是服务众生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这个行菩萨道就是好好服务众生了
还有做义工的时候啊，也是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善财童子啊，是谁啊？佛法是艺术化的教学，这些佛菩萨是表法的，但是我们得自己去体会哦，不会体会啊，入宝山空手而回。比方说一般道场一进山门，天王殿有四大天王啊，东方持国天王拿着琵琶，我们可不能理解成他喜欢弹琵琶哦，那是表法喽。持国跟持家小大圆融，这道理一样的。这个琵琶呢，太紧了会断，太松了弹不出曲子来。就跟一个家的家规一样，太紧了断了，太紧了。孩子呢，进家门都害怕。太松了，没有规矩啊，这个家就乱了。这表法我们要看懂。同样的，善财童子也是表法，表当生成就的修行人。诸位同修啊，想不想这一生往生成佛？哇，那这个目标是当生成就哦，那代表我们要像善财童子哦，那才是当生成就的样子哦。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哦，每餐一个善知识，他就向上提升了。善是善根，财呢是福德。福报德能代表呢，善财的心境啊，在他面对这些五十三餐的境缘呢、啊，这些人跟事的时候，他每遇一个境缘，他就向上提升，因为他的心态里面呢、啊，只有自己是学生，其他的都是老师，都是善知识。哇，那他就见贤思齐啊，见不贤内自省了，每一个人跟事都是他提升的机会了，那当然他一生就不断提升，最后成佛了。所以印光祖师也教我们，看一切人都是菩萨，都是善知识了，唯我一人实是凡夫。所以做义工，我们要了解它的意义，我们要清楚用什么心境来做义工，我们才会很有收获。当然心态也要对哦。比方我做义工呢，我又没有拿钱。假如是这个心态啊，那这个功德就没了。因为这个心态可能呢，做事就不够啊，全心全力了。我们要了解哦，这个在座啊，有没有台湾同修移民过来的？好，好。因为我要举的例子呢，因为我在台湾成长，所以举的例子是台湾的王永庆，大家认识吗？王永庆到九十岁还在工作呢，而且他吃便当哦。你看他做事业那么认真呢，王永庆的钱算不算得出来？
可以啊，可能几千上千亿还是多少啊，算得出来哦。而且告诉大家哦，他的钱再多他带不走哦。我们现在做的事业比他大呢，我们现在做义工积功累德是为了了脱无始劫的轮回哦，我们轮回的次数比他的钱多多了哦。他都要那么认真呢，那我们现在做义工要不要认真？我们是要积累功德财呢，是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呢，所以不能是我没拿钱呢，反而不够认真哦，这个要更认真哦。啊，真心的来做义工啊，有功德了。哦，哎，有时候道场里面呢，有职工，他是有拿薪水的，有拿义，有没拿钱的。我们没拿钱的，可不能对那个有拿钱的人有一种，你有拿钱，我没拿钱，那你的功德就爆掉了。这个分别执着心太重了，而且拿钱也是义工，这个义啊，可不能说标准叫有没有拿钱。义是你来做这件事是用什么心态，你是道义要护持正法，我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工作，我的薪水比这里多，可是我希望我少拿一些薪水，但是我要护持正法，他是用道义的心来护持的哦，这样是义工哦。好，那单位发给他薪资，是因为他来护持正法是道义，我们也要有道义，让他的家庭没有后顾之忧啊，不然他还要担心经济的问题，他就没有办法安心把弘护正法的工作做好啦。所以我们道场里面是道义之交，道场里面不搞利害之交啊。好，好，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啊。哎，这个问题是有人提问啊，不过呢，啊，有好几个问题啊，这个不一定能回答完啊。有没有呢？我们现在在回答这个问题是你提的，今天希望今天回答的啊，可以举手来。有同学举手了，有请。阿弥陀佛，尊敬的承德法师吉祥。阿弥陀佛，你好。弟子想请教一下，刚刚法师讲到，我们要以失智为己智，那其中老法师的一个宏愿就是要办一条龙学校，要把我们传统文化弘扬出去，利益世界和平。那在办学的过程中，我们可能需要老师，也需要学生，因为种种因缘，可能未必整个家庭都可以一同前往，那就可能会面临比如说两地要两地生活呀，和家人分开这样的情况。另外您刚才也讲到了要敦伦尽分，所以学生弟子很想请教法师，如何做到弘法和持家，尊师和爱家，教育孩子和照顾自己的孩子之间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大小圆融。感恩法师教导，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好，谢谢。这位同修啊问的问题呀，很好。啊，比方啊，我们今天在道场，啊，哎，有一个义工啊，哎，刚好父母生病了，
那我们道场会怎么做？哎，这个都很实际的问题哦。佛法慈悲为本，我们的佛法得首先用在哪？用在离我们最近的人啊。那一个道长他要表法出来，所有弘法的道长首先要表的是什么法？孝道。儒家强调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教育从哪里开始？孝道。同样的，道场里面佛讲地藏经，地藏菩萨表什么？开发心地宝藏。怎么开发？孝亲尊师。而且孝亲呢又是尊师的基础哦。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你不爱其父母，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悲德啊。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悲礼。所以今天我们在弘教啊，教育的教字啊，大家注意哦，这个字里面有没有嘴巴？没有哦。这个字的左边啊，两个叉，一个人哦，一个小朋友在左边哦，右边一个树枝啊，手拿着树枝，左边代表身教啊。上行下效啊，父母老师先打的叉，孩子在底下模仿打第二个叉啊。右边是代表什么？不是打孩子哦，不要误会了，那叫耳提面命啊。这个都不能理解错啊。我理解错了呢，棒下出孝子，你就执在这一法上面了。万法因缘生哦，你要缘具足啊，你才能棒下出孝子啊。首先你那个棒下要打下去了，你的孩子佩服你啊，你的身教很好啊。你假如身教不好，要求他很严格，他心里不服啊。这个都要有配套措施的啊，那个缘要具备的。为什么以前人家棒下出孝子啊？父母榜样，再来呢，打在儿身，痛在父母心啊。可不是我们带着脾气打孩子的，那个是造业的。再来，孩子的情况啊，打下去，他能记住父母的苦心啊，这是缘成熟了。假如打下去之后还是记恨你啊，这个缘你不能攀缘啊。哎，佛法最难的难在哪？不执着。你要随因缘，缘成熟了可以这么做，不成熟你硬要这么做就变攀缘了。所以这个法有时候我们理解错了就止了。无有定法可说啊，
都要观察因缘的。好，那传统文化佛法最强调孝道，所以道场里面也要把孝道表出来。人能弘道，大家注意哦，是人人弘道哦，不是你有经典可以弘道啊，也不是你有一个学校可以弘道哦。道场里面有人依教奉行，才有道哦。所以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最重要的叫孝道，最重要的叫伦常哦。好，我们要透过我们的做法把这个表出来哦。啊，所以今天一个道场，他有执事，他父母生病了。你马上呢，大家支持他，你都不用有后顾之忧，你这些工作我们都承担。好，啊，甚至于啊，我们能去关心，啊，他很感动啊，哎呀，真的是法眷属啊，啊，哎，等他，啊，父母病好了，大家想一想，他再回来啊，感受一不一样？不一样啊。好，所以我们是在这个道场因缘当中，啊，我们把经典做出来，可不能是拿着经典去要求别人哦，这样团体的压力会很大哦。所以世事常存忠恕哦。好，我们没有忠恕存心啊，我们听经教啊也很危险哦。啊，比方举个例子啊，今天我们提到了，哎呀，这个不吃素啊，啊，会结很多杀业哦。啊，那可能有同学一听完，啊，回到家，啊，跟全家的人宣布，从今天开始啊，我不煮肉给你们吃了。哇，一下全家跳起来了，好，然后家里调查，嗯，他今天去听了什么承德，什么叫承德的人哈？哦，的一个出家人。听完之后回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以后尽量别让他去了。哎，我们听法心态不对了，不止不能得利益啊，可能自己会生烦恼，还会让家里人生烦恼。忠恕，听了严以律己。哎，我自己不吃了，对别人呢？宽以待人，循序渐进，不落痕迹啊！互念啊，怎么互念？素菜越煮越好，好，让家里人觉得嗯，这个比较好吃，好，慢慢把它转过来。不然呢，你不能体恤人心呢，一下子动作太大，反而造成自己的障碍。哦，所以心地啊，要忠恕存心啊，要柔软哦。所以当我们在学佛过程，好像亲戚朋友反对我们了、啊，有时候不见得是他们不对哦，这个还得客观的来分析哦，有没有因为我们的一些做法太急了，啊，太不近人情了，造成他们不理解了。那我们谈一条龙啊，我们思考一下，一条龙谁是主？
佛门讲主办圆融啊。一条龙啊，小朋友是主，老师、父母、家庭是伴，是真上缘哦。这个都要认知清楚嘞，所以小孩是主哦。再讲深一点是什么？小孩的心是最重要的。我们当父母、当老师的，随时要感受到孩子的心，这叫教育。现在父母，你一定要学传统文化，你不学不行。我是为你好。哇，那孩子压力很大哦。你今天没有给我背完，不要睡觉了。哇，压力很大呢。他对传统文化不爱要了，所以《礼记·学记》说：“知其兴，然后可以就其思。”所以，教育首先呢，要知道孩子的心。延伸开来，知道每一个人的心。不然呢、我们也接触到孩子才三岁四岁，你把他带到一个他不认识的环境，然后父母就离开了，甚至于教学的人体恤不到孩子的心，居然一个月才打一次电话。三四岁的孩子呢，他不是十四五岁呢。这样的孩子我遇过，没有安全感。什么时候落下的没有安全感？就是学传统文化造成的。不是传统文化不对，是我们当父母老师的产生执着啦。所以听法不容易啊，一听老和尚说杜绝污染，一下子把三四岁的孩子关到一个学校去了，连父母都不能见，连爷爷奶奶过世了都不让孩子回去奔丧。哇，这个产生执着真的是很麻烦啊。后来孩子回来哭得多伤心啊，对他的父母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奶奶走了你们都不通知我。一个法不能产生执着啊。好，那当然了，这个问题再打开来啊，这很多方方面面哦，承德就一些原理原则啊，假如还有具体的我们到时候再来探讨。家庭教育是根本，这是老法师教导的。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发展，佛陀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宗教教育是他人格可以往上提升，这四个教育啊，互相配合，但是什么最重要？家庭是根本，而首先是父子有亲的天性，他要恢复，进而让他终身保持。这是教育的两个目的啊，第一个是恢复父子有亲，然后让他这个爱保持一生。第二个，从父子有亲的天性延伸到爱兄弟、
爱家族，爱邻里乡党，到凡是人皆须爱，凡是物皆须爱。那我们知道家庭教育是根本，那面对因缘呢的考虑，首先孩子跟父母的相处，还有在家庭里面所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啊，最好啊有三代同堂，这个教孝啊很自然啊，就像我们成长啊是三代啊，生活的细节都是在教孝啊，只要有关吃，一定是爷爷奶奶为先啊。我大学回家啊，行李一放下，第一个动作上楼给爷爷奶奶请安。我们今天不是找到了一个传统文化学校，我的孩子就成就了。佛法首先呢，要向内求，不能向外求。向内了，我们就知道这个心呢不能攀缘，啊，让缘分水到渠成，不然你一着急啊。要不送进去了太着急了，你不充分了解这个学校跟老师，一进去出了情况又把孩子拉出来，然后又着急又送第二个学校又拉出来。我见过学生有三四个 学校的这样的孩子，对传统文化内心都有情绪在，不理解在，这个时候也要自己心哦。我们当父母老师的遇到这样的孩子，也要把他的心结呀，慢慢把他解开哦，不然会障碍他一生学道的因缘。这个时候我们要真诚给孩子说明，甚至有必要该道歉还是要道歉啊。虽然我们是好心啊，但是当时候有激动在啊，或者当时候考虑的不够周到。好，那孩子为主了，那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家庭啊？孩子他离开了，不会造成他心理的不理解阴影啊。像陈德啊，我很黏母亲的啊，我记得看小时候的照片呢，啊，小学四年级啊，啊，还常常抱母亲呢，很黏的。每个孩子不一样哦，这个不能是大家不要一听完就四年级，好，又执着在这个。说法上了哦，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六七岁了他就想出家了，说不定啊，有没有？有啊。有一些孩子可能十一二岁他跟父母的关系还很依恋呢，这个都要因材施教哦。哎，像我那么黏母亲啊，那父母他没有用一种很强烈的手段，你不可以这样，他顺着顺着，哎，后来我不黏了。可是呢，因为我得到的是充分的爱，无私的爱，所以我不再匮乏了。我们到学校去，我们到社会，我没有想从别人身上求得什么？哎呦，这样很身心很放松哦。哎，你看有满满的爱，对他的一生帮助非常大。啊，你硬把它拆开来了，他不能理解的，
变成他的心病了。那这个就是说，孩子能离开家，离开父母了。比方说他得离开到其他的地方去学习，那这个也要你们家共事啊，不然到时候家里的人不是很理解，甚至还反对啊，你之后这么做了啊，那造成他们更不理解，这都是你以后即将面对的挑战哦。就是我们面对境界也要懂得对这些会影响孩子的这些情况啊，我们是客观有了解的。当然你很有信心啊，这个缘成熟，孩子会转变得很大，这个转变呢会让这些不理解的家人有信心。那这个当然，这个每个人的缘不一样哦。不要你太强求了，你又很好心，你太强求之后啊，到时候这些不理解的这个力量啊，通通回到你身上了，你还觉得哎呀苍天啊，怎么这么对待我啊，这个都是考验我们做人做事哦。那纵使啊，这个比方说很重视传统文化的学校，我们暂时原没有成熟，可是我们在家里面孝道做好，夫妻很和和，这个对孩子来讲非常安定。然后呢，你说那学校有污染呢？只要我们父母的心是非常安定，那个孩子在学校里面可能产生什么事啊，你随时都可以给他机会教育。这个机会教育呢，会让孩子从这些事当中他更懂事，他更会包容。这个都会有佛菩萨加持。当然更好的条件能去是好，但不要太着急。那另外啊，承德是觉得呢，在家的同修啊，夫妻啊，不适合长期分居啊，除非你的另一半真正非常欢喜，不带勉强支持啊，不然呢，你到时候两地分居产生什么情况啊，这个对我们是佛弟子啊，这个表法都不是很好啊。所以假如承德啊，比方说是我负责的团体啊，我也会尽量不让夫妻这个分两地工作啊。好，那当然这个都要客观去看哦。你比方说一段时间不会太长，可以回来，家里又接受，单位又接受，这个大家视情况而定，真诚沟通，然后呢很能了解孩子的心，都是很安定的在当前的缘在成长。那这个办一个学校啊，老师很重要啊。外在的这些物质条件呢也是需要，但是没有老师重要。但老师啊要培养。或者老师啊要祈请，要找到。而且啊老师啊
也要长期熏习，长期熏习。因为老师他年龄也不大，这个团体里面呢也都要有共学的气氛，就是说我们呢团体啊，不是厉害，不是人拿来用，你赶快做我要做的事。我们是在团体当中让每一个人来这里成长提升，来这里修行。我们不能社会的习气啊，社会都比较功利啊，看到人就是帮我能做多少事。道场应该是所有来参与的人，我们是看着每个人的修行，护念他不断往上提升，这样我们才是道场的精神。好啊，就先跟您回答到这里啊。那其他问题啊，我们明天再来交流。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